SDM 跑马地分校正式开幕啦！寻日我哋分别进行咗一连串嘅开幕仪式，家长、小朋友同我哋嘅嘉宾都玩得好开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Beyond 院长啊，咁好开心啦！今日系我哋 SDM 爵士芭蕾舞学院第21间分校跑马地嘅星级舞蹈学院嘅开幕典礼。咁今日咧邀请到好多位嘉宾咧嚟到同我哋一齐庆祝呢个盛事。祝 SDM 第21间跑马地分店咧开幕！生意蒸蒸日上，生意兴隆，小朋友在学跳舞呢就越来越精灵，他们的表演越来越突出，能够从香港奔向世界。恭喜SDM 第21间分店在跑马地隆重开幕啦，就希望他们的生意啦，生意兴隆啦，就小朋友在这里跳舞呢可以越跳越开心，越跳越好的。除了有我们的学员精彩的舞蹈表演之外，还有专业的舞蹈老师即场为家长和小朋友做舞蹈示范。感覺就幾新穎下嘅，即係俾我感覺，因為我好少入嚟呢個跳舞室入邊睇啦。咁我見到，都幾大下嘅呢度。Cookies 已經強勢加盟 SDM 啦。首先喺度恭祝 SDM 第21間分校喺跑馬地正式成立啦。咁你見到我，梗係仲有一個好消息要宣佈俾大家聽啦，就係、是、Cookies 正式同 SDM 合作啦。小朋友等緊你哋喎。而 Starkids 仲舉行咗小枯木選舉。所有参赛者的才艺表演都令各位家长和评判拍板手掌啊！同一时间 ，SDM 一班的精英学员仲搭住 SDM 的开篷巴士在港岛区环绕了一周，仲在不同的地方大跳快闪舞，用舞蹈和热情将呢件盛事传递给中西区和湾仔区的市民。你都想同我哋一起又玩又跳？住在香港区的小朋友 ，SDM 跑马地分校正式开幕啦！快啲嚟报名啦，我哋等紧你噶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ylvia。咁今日好开心啦！3月8日系我哋 SDM 第21间分校跑马地嘅 Grand Opening。咁首先喺度咧，恭祝 SDM 业务蒸蒸日上啦！如果你哋想跳舞嘅话咧，记得嚟我哋 SDM 跑马地嘅分校。恭喜晒 SDM 开新学校啦！你哋快啲嚟 SDM 报名，同我哋一齐学跳舞啦 ！Yeah！ 我今日玩得好开心啊！错过了昨天开幕典礼的你，不要紧，我们3月22日还会有开幕嘉年华，快点报名参加啦！